火箭总经理达瑞尔·莫雷今天接受 Fox26 的 Mark Berman 采访时，对之前与太阳交易中得到的两名球员奈特和克里斯表达了很高期望。我认为他们都是我们想要引进的类型，我们感觉这些球员都很适合我们的体系，适合德安东尼教练的战术要求。布兰登是一个准精英级别的三分手，马奎斯在麦克的进攻体系中能挡拆顺下在篮下完成终结得分，他非常有运动能力，我们认为他之前被低估了。